嗨，我回来了。今天呢，我跟我二姐去拍 sister date， 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叫什么纯烧的一家茶饮店。跟我二姐分开，然后最后是二姐夫也一起出来，所以我现在要准备回妈妈家。嗨，我现在回到家了，然后呢，我这次的 vlog 其实是想要弄一个端午节 vlog。然后所以就打算录一下我这端午节假期都做了什么。今天呢，我是跟我二姐有一个 sister date， 之后我们就逛了豫园。所以这才是今天的 vlog， 我们明天见。